早晨，谭主席，你够钟出发去辛亥革命八周年纪念活动啦。系啊，我而家走啦，拜拜。辛亥革命系大人，我哋喺前进，放过我哋啊！停手，快啲停手啊！佢哋系无辜噶，唔通？他就是孙中山先生。仲竟沦落如此，孙先生唔好走住啊！各位同志，我哋一定要同心协力，赶走外敌同推翻腐败嘅满清政府。我哋要为民主而奋斗，不能退缩。威水大佬，光复中华，壮立民族，立身立血。地班蠢材，唔好浪费时间同力气啦，干脆啲受死啦！太厉害啦，我哋一定会抗争到底嘅。既然你哋决定要死，我哋就送你一程啦，将佢哋全部斩罪。你哋嘅革命系唔会成功嘅，我哋唔可以放弃嘅，一定要坚持。咩话？同志们，我哋一定要团结站起来。我哋要推翻呢个腐败嘅政府，同我消失啦！冇可能嘅，点解佢哋会咁强大噶？唔好啊！倾覆满洲专制政府，巩固中华民国，图谋民生幸福，此国民之公义，民实专制，以忠于国，为忠服务。活动正式开始，有请谭主席为我们致辞。大家好，欢迎各位来到辛亥革命百周年纪念活动，好高兴和大家一起分享，同时我亦要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。